3月2日元宵佳节，不少明星在微博中给粉丝们送上了祝福。在日本旅游的鹿晗和关晓彤也更新了微博，两人这一前一后的更新，不少网友调侃，是不是约好的呢？只不过为什么没有合影自拍照呢？广告鹿也是超级的帅友，在日本游玩的你，星期五了会不会给大家送上最新的自拍呢？最近光和关晓彤游玩了吧，小伙伴们等你自拍都等着急了。鹿晗发完广告没几分钟，关晓彤紧跟着也发了微博，虽然也是做了把小宣传，可好歹有了美美的自拍，两人这一前一后的，是不是故意的呢？特爷美女晓彤满脸的胶原蛋白，浑身散发着青春和初恋的气息，恋爱中的小女人真是越来越漂亮了，笑容让人看着也是那么的无污染，可爱可爱的，让人看着好舒服。虽然是以前的自拍，但是还是那么的好看，嘟嘴卖萌的样子真可爱，这小手是卡卡的，在外和鹿晗玩的是不是超级开心呢？这么幸福的时光为什么不给大家分享下呢？真是差评友，这是今晚元宵晚会的造型吗？上身穿 Gucci 上衣 VVV 鞋子，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看友，可以说像个小仙女哟，清纯可爱美少女战士关晓彤，腿又长有细，瞬间2.8米的感觉，真有诱惑力啊！看来楚玉大大又要圈粉了，元宵节快乐有小伙伴，大家晚上记得要看粉粉嫩嫩的小彤，等着鹿 boss 的自拍。